二十四小时已经体温完全正常了，肯定有效。他除了一个体温之外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。你比如说有没有肌肉酸疼啊、乏力啊、等等，这些症状都改善了，所以应该是整体向好。那我觉得现在是有药了，这和当年的 SARS 是不一样，现在有治疗的药物。咱们传染病的一个专家给我推荐了这个药，推荐了这个药以后，我觉得还是从我个人感受上来讲，效果还是挺明显的。还有一个治疗艾滋病的一个抗病毒药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